休息一下，我可以走。我今天其实好，拜拜。对，拜拜，拜拜。好，开始，快点。这样子你还可以打两场，因为今天跑有两场是。我跟你啊，可以。那你已经打六场了。打六场够了，好了，可以回家了。谢谢。只是跟武汉比较像。算什么？我们这打了十二场都没有叫。不行啊，我不行，我年纪大。你不要挑跟你直线的那个方向、哦、要搭要挑对角，当然给你搭档挡啊，啊，什么意思？所以他们杀球挡大部分杀直线、哦、因为斜线太慢了，因为斜线的那个反应，对啊，所以你打高位球其实要打斜角，不可以打直线，也可以，就是你要看对方站位、哦、你看到这边杀球很强的，所以你杀直线你就不要挑，你要跳对对角，你就让他杀队友，就不要杀你的狗。反正一样是高位球，最好是高位。要打高球还是要打低球？没有，不一定。没有，但是如果当然了，如果刚好直角没人，当然就打直角。高位球没有人规定你要打斜对角。男生通常都站在后面，我们在那打哪一边都会。没有啊，至少你打后面的机会。对，我来得及，会来。而且重点是你们就打不远了。你打不远就算了，他也打不远。
锅嘛。小锅吗？小锅怕比较紧，他比较没用。他要讲我们有一个秋柳跟你们都年轻人。小锅啊，但是他刚刚说小锅比较贱，这样子。比较贱，不打炮啊，没有比较贱，小锅打的比较贱。他是人比较好。想要把车直接拉长一点，不是看你们在哪，车大概几号？风格不太一样，有点不一样。对手，我们。